小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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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，我状态不好。我知道，我昨天一定是误会你了。咱们说说清楚好不好？其实我昨天晚上就过来了，我想见你，可是你电话关机，我想上楼找你，可是我怕打扰到你，所以我就只能待在这儿。 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你，小小，什么意思啊？沈豪，你妈的反对是对的，从一开始我俩在一起就是个错误，我俩根本就不合适。 小小，我知道我妈过去有很多做的很过分的地方，但是我妈昨天晚上都跟我坦白了，她跟我说了第一次去找你说了些什么，第二次去公司找你又说了些什么，她都跟我说了。她还说，只要你能原谅他们以前所做的一切，她今后会竭尽所能的对你好。 谁是严小晨的家属啊？是我。你是？我是他丈夫。啊，病人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没注意饮食和休息，导致了低血糖昏迷，加之病人怀着孕，身体又比较虚弱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爱人没告诉你啊？没有。那，你确定她怀孕了？ 你们是怎么搞的呀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自己怀孕不知道啊？等她输完液，你们就可以出院了，尽快到我们妇产科来做一个产检。哎，谢谢你。
小小，我没有孩子了，我的天哪，我没有孩子了。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的话，肯定长得跟我一样；女孩的话，跟你一样。我的天哪，我们居然有孩子了！ 你醒了，小小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突然晕倒了，我给你送过来的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晕倒吗？低血糖呗。你只猜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。你猜，你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 啊，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，我经常内分泌失调，原来也有这样过，不可能怀孕。小乔，你是不是还在跟我赌气呢？是不是我昨天误会你，还有刚才在小区门口？ 你说那些话是不是在气我，对吧？小小，我求求你，别生我气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我一直以来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，但是我现在是爸爸了，而且我爸妈也接受了我们的婚姻，我想你现在应该搬到家里来住，这样。 怀孕特殊时期嘛，我爸妈也好照顾你，对不对？到家里来住。不可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累了？那你再睡会儿。嗯，输完液了我再叫你。啊？哎，我就在这儿啊。 在家休息吗？身体如何？为了你自己的婚姻。 我建议你不要把那件事儿告诉沈侯。
喂，小陈，你还好吗？我现在在你们家小区门口，你把楼门号发给我。你走吧，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，我自己解决。小陈，哎，严小陈，怎么把针头给拔了？你看这都出血了，严小陈，喂。老弟，去最近的医院。好。我怀孕了，可是我告诉沈浩说这孩子不是他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如果不这么说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我怎么就跟他成为了一家人？不敢想象，如果沈侯他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也会难受死的。所以与其让所有人都痛苦，我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。说个对不起，他误会我俩的关系了。但是我不能跟他去解释。既然我说要帮忙，不管什么忙，我都会帮到底。好，别哭了。你明天能陪我去趟民政局吗？小陈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毕竟沈湖是孩子的父亲，你要真的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。
没事儿。